望是对某一项代志的发生充满期待甲渴望，因为想要物件会通得到，各项事拢会通有上好的结局。毋忙总是会激励人心，在旧药时代被围困的人，毋忙得到拯救；病人毋忙得到医治。一些的人毋忙在一个新的和平世界中得到自由。但是，在2000多年前的某一时刻，毋忙有了新的意义。当咱来庆祝，当毋忙真多上帝的礼物赏赐予咱的时，这礼物带来一种新毋忙的开始，就是世界恢复正常，和平的赢过战争。而且全民会通得到，想象会到，最大的礼物就是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伫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，伫碧绿型的一个码头，降生了一个婴仔。这就是咱的愿望。
五万是英雄的，伊充满古约时代大人物的心。摩西五万拯救以色列百姓，拿阿五万伊的大船会保存伊贵重的物件。代表五万用一粒石头打败关大的非利士人。但是有一位叫玛利亚的年轻宰相女，正做五万特别的记号，因为伊受拣选，伊唔但会生一个囝，也是生一个救世主。全世界五万，伊玛内利。是五万，玛利亚的五万，让伊经过济济考验，直到最后婴仔出世，伊家己号名叫耶稣，用布包的，家己放伫马槽的马槽里。
因为无其他的所在，予伊甲约瑟来过年。玛利亚知影，伊所生的婴仔就是所应允的伊玛内利，和平的真君。但是世上其他的人拢也毋知。希望充满着气力，亲像小小的火星会通引起一把火。一把火会通摊开，到真快，到真远，最后照光这黑暗的世界。全新五万起头的火星，发生伫天塞，出现伫一群故乡人头前的时，天塞对因讲：唔免惊。因为我带来好消息给恁，
在今这特别的暗暝，救主已经降生在霹雳行。忽然间出现一大阵天灾阴尸，阳光归地至关上帝。是永恒的，每一个新日子的早起，是上帝给咱的盼望和乐观的礼物，证明黑暗只是暂时的。但是耶稣的出世引起了一件大代志，不但是乐观，而且是盼望的结果。黑暗永远结束，和实在和平的真正的盼望。在霹雳行这奇妙性格的暗暝。实现了一个充满全地期待的愿望。
望是未褪色、未死、未破裂。在第一个圣诞，愿望来对上帝应允，伊的疼和恩典永远属在咱。上帝宣布，我有计划予恁，计划予恁富足，无受伤害，有愿望佮未来。温柔亲像天使声音，家家讲出听无听过假事，毋忘用仁慈的苦劝，轻轻讲出伊安慰的话，细声的毋忘，我所爱听你的声，予我悲伤的心平安快乐。